委员长，委员长，前线来急电，刘伯承、邓小平部已经逼近川东了。哦，开会的人都到齐了，等您讲话。让他们等着。 父亲，台湾那边来电话，问您什么时候走。告诉你母亲，共军离这还远着呢，安全不成什么问题。嗯，啊，你跟我到南开中学吧。父亲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怎么想起要视察一个中学呢？不是去视察学校。 是去看望张伯苓。主席啊，哦，原来啊，蒋介石飞到重庆，调兵遣将，重重布防啊。嗯。 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呢。刘伯承他们进川，哼，麻烦要大一些喽。蒋介石的麻烦比我们还要大呀。刘文辉已经决定和他分道扬镳了。好啊，你还有什么消息啊？蒋介石这次从台湾飞到重庆，还有一个打算。 就是要把张伯苓校长拉到台湾去。那是自然了，他拉走了张伯苓，就可能拉走中国教育界的人心呢。哎，恩来啊，你要想办法把张先生留下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办。 他是校长，你是他的学生。你这个学生能留得住校长吗？哎呀，寿春，寿春，学校说一会儿蒋先生要到家里来看你，就说我不在家。 哎呀，我说你在的，好歹他还是个委员长嘛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你怎么好不见他呢？他是要我跟他一块儿去台湾，见了他，我说什么呀？ 蒋先生，柏林公啊，你好。我和金国两个特地来看望你的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柏林公，你好福气啊，外面炮火连天，你这里尚有天伦之乐呀！啊，哎，老朽不才，只能在家含饴弄孙喽。小朋友。 你听话不听话呀？听话。啊，听话就好。听话就招人喜欢啊。医生先生，医生先生啊，您好。总理你好。医生先生啊，您是张校长的老朋友了，请您马上派专人把这封信送到香港我的一个老同学手里。好的。让他接到这封信后。 立刻飞往重庆，务必亲自将这封信转交给张伯苓校长。好，好的，你还有什么要转达的口信吗？就一句话，请他不要和蒋介石去台湾，留下来，和我们一起。
建设新中国。柏林宫，时局走到这一步，无可奈何。重庆失守也是早晚的事情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台湾吧。故土难离，人之常情啊。当初是我请你出来做考试院长的，今天如果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于心不忍呐。张校长，您可是当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，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傅先生，您找我。你马上飞香港，将这封信交给向侯渊先生，这是他的详细地址，记住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您放心，就是脑袋掉了，这封信也掉不了。好，快去吧。柏林宫，实在不愿意去台湾，去美国也可以嘛。夫人、儿媳全家都去，又能与彭村兄弟团聚，你想，这有多好啊！不管去哪里，一切有关事情全由我来安排，如何？您太爱我了，太爱我了。父亲，您的意思张校长都明白了，请张校长再好好考虑一下。飞机座位如果不方便，就把机舱改成卧铺，怎么样？不管去哪里，一切经费全都由我来安排，怎么样？柏林宫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爷爷。哎。蒋先生，他人老了，身体又有病，做不了什么事了。我是真不忍心把柏林宫一个人留在这里啊。蒋先生，我们的儿子们都在北方，他舍不得儿孙，更舍不得他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南开呀。在这儿，我们谢谢您了。真是不识抬举，不走就算了。只要有1%的希望，还是要争取的。实在不行，就叫毛人凤把他弄到台湾去。糊涂，大陆已经丧失了，难道还要让我把所有的人心都丧失吗？如果他没有回音，你还要来。张伯苓，1876年生于天津，15岁考入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为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。在水师学堂里，张伯苓学习了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，并且成绩优异。毕业前，他被派往北洋海军，那时正值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。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后，
西方列强进一步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。1898年7月，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《中英定租威海卫专条》，清政府将威海卫从日军手中收回，但第二天又被迫将其租让给了英国。好糊涂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一家老小送你上北洋水师学堂吗？我知道，爹是想让我光宗耀祖。光宗耀祖？光宗耀祖你甭提了，我张家没这个福分。可是这一家老小，你总得养活吧？啊！我没想到，你居然竟敢辞去了海军军官不当，跑回家来跟我说，你已经不干了。爹，爹，孩儿不孝，辜负了二老。可是爹不知道，北洋水师的，我知道。我全知道，北洋水师战败了，你心里窝火难受，是吧？可是，这怨你吗？我记得，爹送我上水师学堂的那天说过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你一定要勤奋上进。努力成为保国为民的有用之才，那你就更应该留在北洋水师了。儿啊，一败岂能定胜负啊？我偌大的中国，岂能常败于罪而倒国、小小日本之手啊？爹，你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军舰上的炮弹里面用来冒充火药的沙子，全都是花明脂明膏从外国买来的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啊？爹，如今的大清国已经是烂透了，文臣贪财，武将怕死，朝廷却只会卖国求荣。您说，单靠我们一支四面掣肘、连弹药都不够的海军，如何能保国为民啊？爹，国家危亡，我得去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，去干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事情啊！救国救民？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，怎么个救法啊？四书五经，道大易经，秉如日月，讲明五伦，范为万事。圣教之所以为圣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我中华为万邦之上国，始出于此。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，治内御外之宏韬伟略，莫不有此。立国之道，上礼。干什么的？怎么到书院来了？
我想拜见沈老先生。足下就是琵琶圣手张云藻先生的长公子。是。你想教书？是的。你能教什么呀？我能教英语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。真可惜呀，本院不教这些。沈老先生，这英算理化该是学生的必修之课呀。如今列强称霸四方，横行无忌，靠的就是声光电话、火炮洋枪啊。如果我中华学子再不学这些，本院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学那些声光化电能出什么人才啊？哼，顶多出一些能工巧匠罢了。可是先生，当今少的正是那些懂得科学的能工巧匠啊。然而只知道刮风下雨，不知道三纲五常，只知道声光化电，不知道治世方略，岂不是舍本而求模糊？可是先生，如今日本人把台湾、澎湖都抢去了，国家岌岌可危，再不讲究科学，再不讲究声光电化，只怕是国家将亡啊！到那一天，连国都没了。那么，又请问国本何在？先生。啊，知道了。你此前师从何人啊？晚生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，师从严复、严几道大人。严复，就是翻译《天演论》的严复。是的。先生。拿来我看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我知道这是什么书吗？这是蛊惑人心的邪书。按照我们书院的规矩，该当何罚呀？这回就算了。你们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我的书院里绝不允许再出现这种邪书，把它烧了。是，老爷。不能烧！这不是邪书，是好书。这不是你该管的，是讲科学知识的，这不是邪书，这是你管的事儿吗？是好书啊！放开他，张公子啊，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请吧。财运，你印堂发亮，来自何方啊？你不要命了你？年轻人。看什么书呢？邪书。能给我看看吗？你不怕被祸害了？该不是天演论吧？既然足下的恩师乃严几道先生，想必对天演论定有一番深究。深究谈不上，略有心得而已。哦，
那对于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一说，你怎么看呢？此说不仅以精妙之论宣明了自然的法则，并且于人、于家、于国、于天下，依据进谏之意。尽管吾国之衰败，就是于固步自封，不思变革，不图进取，激进不是生存。而西方各国，原有文艺复兴运动，竟有工业之机械化，以致突飞猛进，国势日强。因此，才有我家务之耻，危害为国之三义之辱啊！好，一语中定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要救中国，须先救国人之心；要救人心，必先从教育入手。愿闻其详。恩师严吉道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古民力，开民智，新民德。”我想创办新式教育，从改造中国的人做起。人，对，愚弱贫散思，乃民族之病。国人积弱至此，列强才敢这么的欺辱我们。要救中国，就得唤醒国人将死麻木的心灵，强健国人的体魄，还要更新国人的知识。而这一切，都必须从小孩子抓起啊！只有这样，才能培养出无数救国的人才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可是，先生一直在北洋水师学堂以习武为主，如今要你弃武从教，到我严氏家馆做一个教书的塾师，就不怕委屈吗？啊！范孙公任贵州学政时，就大力倡导心学，柏林早有所闻。您为废除科举，毅然弃官回京，令柏林恨不能追随左右，又何来委屈二字呢？好好好，那从今日起，我严氏子弟就托付给先生了。既然范孙公把他们交给柏林，柏林自当尽心尽力。但在教学过程中，一切的课程安排乃至教学计划，任君定夺。如此，柏林将追随范孙公，以您这塾馆为我们的新学实验场了。好，今日先以茶代酒，替我严氏子弟谢过先生。自今日始，我张柏林将尽毕生之力，以倡新学，不为官祸，不为利诱，不惜身训。什么？你要去教书？对。这就是你救中国的招？要救中国，就得先救中国人的心。要救中国人的心，就只有创办新式教育啊。办教育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有钱，有地，有房产吗？爹说过的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好啊，你倒是挺有志气啊。不过我问你，你看过杨一坤的《天津论》吗？看过。那你把说到教书匠的那段背给我听听。家有三担粮，不做孩子王，如虫进罗网，如驴在磨坊。那你还想干这行吗？想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啊，请。啊，请。古训有云：“天地君亲师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”又曰：“严师出高徒。”自古老师常用此尺惩戒冥顽，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够在救国大业之中成一有用之才，敬请先生常用此尺调教之。谢范孙公如此信任，
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听说这位先生当过兵，肯定是很厉害的啊。这下少不了挨打了。就是的。这戒尺打在手上，是不是很疼啊？疼。那你们告诉我，老师为什么要打人呢？不听先生教导，说瞎话，淘气。不听老师教导，该打；说瞎话，更该打。但唯有淘气，不该打。哦。小孩子谁不淘气啊？我小时候啊，比你们还淘气呢，是一个淘气大王。我要问你们，从今往后，能不能相互戒劝，戒怠惰，戒散漫，戒陋习，日有所进？能。咱们可都是男子汉老爷们儿，说话可就得算数。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啊？算数。好，那这把戒尺也就没什么用了，今天咱们就一同废掉它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第一堂课，我们唱歌。小小子儿，乐呵呵。小小子儿，乐呵呵。听我来唱地球歌。听我来唱地球歌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天津，义和团奋起反抗。同学们，快，都躲到敌校里去！快走！哎，小胡子，你这干什么去啊？我参加义和团了，我去杀洋鬼子。哎，不行，人家是洋枪洋炮，你这不送死吗？怕什么？我有红军老祖保佑我，刀枪不入，洋鬼子的枪嘴绝对打不着我。哎，刀枪不入，刀枪不入。小五子，刀枪不入。完了，八国联军
都进了城了，彻底完了。500年的天津卫全让人家糟蹋了，完了完了，列祖列宗呢，中国要亡了，国破家亡。知道难受了不是坏事。你说的这什么话呀？当年甲午之战，日本人大败北洋海军，割地赔款，咱天津人知道了，也不过就是叹了口气儿，哎，感慨一番，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，就没个疼劲儿。现如今呢，列强杀进天津城了，天津老百姓也知道，疼了，也知道国破家亡是个啥滋味儿，这不是件好事吗？说的对，对呀，对。当今世界，白人欺压黄人，黄人自当奋起啊！二位不是本地人吧？来自东营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位先生，认识一下好吗？我叫梅津次郎，是帝国大学的博士生，正在攻读中国历史，很想结交几个中国朋友。谢了，您这个朋友啊，咱可交不起呀。为什么？中日之间做朋友，二位吃好了，也2000多年了吧。慢走啊！你们现在说翻脸就翻脸，这样的朋友谁还敢交啊？二位走好。那是国家之间的事情，我们作为个人之间还是可以。梅金俊，人家不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你又何必多费口舌？话不能这样说，我看这位朋友对日本国是有些误解。什么误解？我看他是对俯首称臣，不服气。岂止是不服气，胜一役便骄狂不可一世，稍有起色就恩将仇报，我生气。当今世界崇尚的就是弱肉强食，不为刀俎便为鱼肉，这铁律无人可以背逆。尽管贵国历史悠久，也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，但毕竟落花流水，美人迟暮，时迁世移，英雄老去。古人云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道出了历史的真谛。既然敝国学习了贵国2000余年，是以渔夫亦可毕业了，亦可自图发展了，又何来恩将仇报？老爷，老爷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吧，饿了吧，老爷，给点吧，给点吧，老爷。哎呀，你才是个大善人呐！走吧。哎呀，谢谢，你可真是个大善人呐。先生，我不懂理论，但是看看你们的国民，连半点骨气都没有了。如果贵国还想再战，那只有再败，这不能不服。现在只有俯首称臣，听使唤了。掌柜的，哎，来了。结账，剩下的给他。
似水流年一瞬间，经学施教两茫然，耳边管带冤声喊，愧煞柏林在人间。寿春呢，你也不要太苛责自己，我们走的本来就是一条崎岖而漫长的路啊。范松公，咱们去日本吧。怎么，你有这个想法？嗯，你我虽不是英雄，但所见略同啊。对，去日本。老师，为什么要去日本？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要去日本？为什么要去日本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去向他们学习。向他们学习？先生，日本可是我们的死对头，我们干嘛向他们学习呀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先生，日本人在咱们这儿杀人放火，还驻军划分地界，你为什么非要去日本啊？是啊，岂能向不共戴天的敌人学习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况且小日本原本就是咱们的学生嘛。对啊，是啊，原来的学生如今打败了老师，这其中的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查找吗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怎么了？老师，你看看，洋鬼子拆咱们天津卫城墙，五次平上前说理，被日本人给打伤了。老师，这块城砖染着我头上的血，我要永远留着它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八国联军为什么要强行拆除我们的天津城吗？他们是要让咱们天津成为永远不设防的城市，他们是想永远欺压咱们中国人。嗯，同学们，知耻而后勇啊！要记住这一天，要记住被八国联军强行拆除的我们这500年的天津城，这是中国人，尤其是咱们天津人的奇耻大辱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耻辱，不会忘记辛丑条约让咱全国4亿5000万人，包括我们这些孩子，每人赔给列强的1两白银。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列强为了控制北京的海上通道，强令从北京至天津塘沽山海关全由外国军队把守，而且还必须拆掉咱天津卫的城墙。我们也不会忘记因京津直隶义和团反抗激烈，5年不得进行科举考试的凌辱。对， 对，不会忘记的。拆城墙停科考不是什么坏事情，但是中国人的命运为什么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？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要有驻列强来发号施令呢？八国联军劫掠了北京国库银6000多万两，天津府县库银1000多万两，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，天津五位学堂72学子全部殉难，大支吾的同胞姐妹为了免受凌辱，几十户人家全部自焚呢。眼下这世道，眼泪救不了咱们的国家，无实力无以言国威，不自强无以言国格，咱们唯一的道就是念书强身，学好本领，做一个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说得好，这就叫读书救国。为了让大家勿忘国耻，发奋向学，我与张伯文跟大家一块盟誓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。我失一人者，自今日始，相待如一家。我失一人者，自今日始，相待如一家。谨扶伟之行，谨扶伟之行。愿行为不端之友，愿行为不端之友。同心一力，从事于学问，同心一力，从事于学问。诚信利人，表里如一，诚信利人，表里如一。道义相抵，肝胆相许，道义相抵，肝胆相许。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之，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之。善相劝，过相规，善相劝，过相规。敦品修业，以备国家大用，
敦品修业，以备国家大用。你们可真想得出啊，居然把我北洋水师官兵的头颅泡在防腐溶液里做展品，你们这样做还有没有人心？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南开洼地皮的属权问题。都给我闪开。欢迎啊。哎呦哎呦。